今天这一锅多少钱？2180。今天这个更贵啊。对。为什么这么贵？这鸡六年的鸡，甲鱼是六斤多的甲鱼。啊。这妈呀！你知道最贵的是多少钱？最贵的5-6千。兄弟们，上次吃完1300的公鸡炖甲鱼，很多人说大冤种啊。今天再给你们来一个更贵的，2180的公鸡炖甲鱼，鸡更大更老，甲鱼也更大。就在我的老家安徽淮南的曹安镇金谷园，欢迎大家来实地打卡考察啊！哦，咬到不得了哦！他都吃过我的安徽人专家呀。到底是哪家鱼？它劲大，有的6.04，嗯，多少钱？1680一只鱼。对，可大了。一只甲鱼1680。你，哇，好有活力。就杀它了啊！好，上车上吧。好，不上来看的。来看看我们2180的甲鱼加鸡，这只鸡有多重？4斤多。有几年呢？我最好是5-6年，6年。哦，6年的老公鸡。对，是长得在这。哦，哎，看看这长鸡，长鸡凳子。6年老公鸡加上6斤多的甲鱼，哎呦。5-6年的鸡只能长这么大呀？差不多，太大了就不对了。4斤多正常的土鸡，你要8-9斤的那都。你都是在这乡下收的呀，这个鸡。对。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的，喂多了不划算。这老公鸡喂这么少，其实真不划算。哎，你这2年的，你不算账。对。土公鸡长到8斤就不对了吗？那不对，那不是土公鸡了。我昨天吃了7.6斤。这个油也挺厚的啊。油漂亮。哎呀，辣椒这么棒吗？不棒。你炒的比我还要高级。我还要挂点个辣椒，花椒。就是吃原始的味道。这种鸡你放其他的，你把鸡肉的香味就盖掉了。专家，我今天又遇到老师了。一般到你们家吃饭要等多久？2-3个小时等啊。哦，是不是都要等？都要等。这甲鱼你卖280，人家都有人讲你贵啊。有啊。对，那贵没办法，都还找好多人吃。相比较起来，还属于好卖的。小的那一斤多的反而不好卖。啊，都喜欢吃贵的。你到俺家来吃饭，你有钱会光有钱还不行了，你得有闲。还要等，必须要。对，你像那个鸡，你那家大馆那都能放2个小时，你慢慢等，你好没2个小时就吃不到嘴。不要出轨吗？不要出轨，干煸香的。哦，这个葱都是葱，土爸爸烧的，没有鸡爪料，就是好吃。来都绝对会。柴火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主打就是原汁原味，加开水，两瓶开水下去。2瓶都不一定够哦，这老公鸡太老了。对，3瓶开水下去，就在这收汁。对，你慢慢糊了，慢慢糊了。甲鱼也要单炒，开始炒甲鱼，也是最简单的料。对，我干的就是效果。对，料的越少越简单，越吃到东西的味道。甲鱼的话，1天都有挂了。6斤多，柴火土锅烧的。反正炖起炖了。半个小时，开始贴饼了啊，在我们当地叫老公鸡贴馍，我们长丰县和寿县也叫土话叫老鳖六合烟。对，这里面都是老鳖六合烟。还要等多久？10分钟。哦，再等10分钟，已经2点多了，还没吃上。好，饼好了啊，鸡还要多久？马上就。饼好了，起锅。快吃。一会儿撑不下。一锅还撑不下了，对，啊，太大了啊，一盆都撑不下。物有所值，这个甲鱼的裙边，还有这个6年的老公鸡，看这鸡墩子，这干嘛的？炒干饭。2180的公鸡甲鱼汁来炒米饭，香冒烟了啊！足足等了4个多小时，2180，老板给优惠了80块钱，还送了4个素菜。一大盆啊，太好吃了。我老家曹安的美食，来个裙边，来个先来个裙边，老唐吃大了。
我刚才吃了。麦头也吃大，我吃这个。我刚才吃。哇，都是胶原蛋白。你说你能不饿吗？这么香的菜还整四个小时，好吃。看看，这个鸡是几年？有弹性，六年。鸡爪子给我看看来。鸡爪子，我刚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盘好都得好几百。哦。嗯，再盛点米饭。我特别爱吃这个米饭。2180的公鸡甲鱼汁烧的米饭。听着声音焦脆焦脆的，还带着鸡汁的辣味。2180可能1900只在这个汤里头是吧？嗯，一滴汤都不能浪费。是的。啊，你看，都有弹性。不录了，不录了啊！我们要抓紧享受这个美食。真过瘾。